我们来了，现在我们吃小二马。这个叫小二马。现在我们吃小二马。这个是。我们现在吃小二马，这个小二马在当地呢算是普通的美食。 这个价格呢，差不多就10块钱一个，分量非常大，差不多就像鸡肉卷一样。嗯，吃多了之后呢，你还是觉得不好吃？不好吃，好吃，就是不好吃。哎，这里的老鼠不好吃。嗯，对。你好。你好。 我们来了，对，今天准备了一些礼物到他们 Rita 家去。这边也有送礼的习惯，但是像这种场合送礼的话，一般就是2-3千德拉姆就够了。但是我们呢，在尊重当地风俗的情况下，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一共差不多就6000德拉姆左右，对，一盒巧克力。 巧克力，喝酒，一瓶红酒，等会儿我们就坐车去了，去，对。现在，你好，现在我们去到，现在我们上车了，去那个农村，对，真的。 我们现在就去他的家里面，他邀请我们去家里面做客。这个地方就属于是比较典型的亚美尼亚农村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农村的风景。我特别喜欢农村。啊，后面有个教堂。 他说等一会儿带我们去教堂看看，我最喜欢古老的东西了，太喜欢了，很高兴，很高兴，很高兴，他们也很高兴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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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吗？你好吗？你好吗？知道，知道。 Ik knurs. Ik kik. Maar het is hier.
哎，这是。Парень здесь. Марианна, ты Маника. Мы с тобой. Я тебя от Марианна. Мы с тобой. Шат. Какие твои родные? Shout out, Julia. Shout out, Julia. My name is Johnny. Hello, 朋友，想了解一下亚美尼亚最有特色的美食哈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这个。Dolma， 他们叫 Dolma， 也是用就是用一些白菜包裹着肉馅，有点像我们的春卷啊，但是我们春卷应该是用面包的吧，他们是用白菜啊或者一些叶子包的，这个就是最著名的亚美尼亚美食。这是 Rita 第一次做的蛋糕给我们吃。Yes， I will try。稍微有点硬，啊，哇！哇！Привет, апри. Мой желание.